亲爱的空中圣经学校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今天要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从十一节一起到二十五节，《列王记上》十三章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来看一个悲剧。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 进你的家，也不可在你家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哪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来你的家，叫他吃喝，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生宽宏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命，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首必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神人挽歌。 这个神人呢，在北国第一个王叫耶罗伯安，他们的国父呢，正在献祭，献祭的地方伯特利，不在耶路，不在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呢，上帝派南边的这个神人到北边，对他说：“你所献的祭的这个人必死。”的预言之后呢，后来果然那个神，呃，耶罗伯安的手本来要抓他。 变能枯干，后来耶罗伯安说：“神人啊，你可别救我，好让我这个手不枯干，能像往常一样。”这个神灵一祷告完呢，果然这个是枯干的手变好，让耶罗伯安得到教训。之后回来碰到老先知，这个悲剧，整个剧情的起因是从老先知前面的这个耶罗伯安，北国的国父，列王上下的。 北国最重要关键人物，那我们呢？先看看那个历史背景。我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背景，最后再回到这个本文。第一，《列王纪》上下呢，其实是从大卫的晚期快死之前的时候呢，九七一年 B.C. 一直到约亚金贝鲁到巴比伦，到尼布贾尼撒王宫死在那边，总共有四百多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呢？ 只有大卫跟索罗门王的时间呢，国家真正有平安，真正有地图。但是呢，大卫到索罗王之后呢，许多外邦啊，包括埃及、菲律斯人、腓尼基人、亚兰人、亚门人、摩亚人、以东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呢，一批,一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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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来。那这是第二个从外交来看呢，有大卫跟索罗王之后，特别伊洛伯安跟罗伯安之后呢。 国家就开始进入暗淡，很像四世纪时代的光景。第三，《历王记》上下的作者呢，其实虽然是写历史书，是带着神学性的。他把这个神历史书放在呢，在王上第六章第一节记载的呢，是把它连接到出埃及记开始出埃及当中的八四百八十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第四年，所罗门王后面的伊罗伯安跟罗伯安，这些北国南国的王，整个所写的列王记上下，原来是一本书呢。这个作者把它连接到出埃及记，而且不只是连在出埃及记，他呢是北国写，南国写，南国写，北国写，交替交替。 带着神学眼光，说他们为什么外邦会来欺欺压他们？因为离弃上帝的约，离弃上帝对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进迦南地，应当守神的约，没有守神的约，因此上帝让外邦把他们掳走。”从这角度来看的话，他虽然是写历史，其实是神学性的历史书，而且北国南国交替写，这说明呢，即使是分裂。 是一个被救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是一个民族，绝对不是分裂的。带着神学、守约、施慈爱、立约的神来看这个国家分裂之后呢，被约、被鲁的历史。因此呢，作者是有神学的眼光来写历史的这些资料。第四，从耶罗伯安跟南边的罗伯安。 这些王执政呢，都有他的执政的公式。的，我们看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来看他们执政的公式是这么写的。十六章二十九节：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先前的列王更甚。 犯了零一八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整个北国南国都有一个说他做王多久，在哪里做王死了。然后呢，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喜悦的是专心遵行遵行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变成。 北国堕落的指标，如果南国还有几个不错的王，那他们也是如此。这些王，他妈妈是谁？请楼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姐妹。你一生，上帝最后要检查你的是：说我把孩子放在你肚子里面生下去，你有没有把他带好？他将来执政，是不是讨上帝喜欢？每一个妈妈最后的检验。 多少就看你的儿子在世上做的讨上帝喜欢，来鉴定你所做的事情也没有白费。所以南国的王也一样，他呢妈妈是谁？执政多久？死了以后呢？盖棺论定的标准是他有没有像他的列祖大卫？所以变成两个指标：北边的指标是耶罗伯安，南边是大卫。凡是不好的，都会说像耶罗伯安。 就是刚刚雅哈就是如此，好的话呢，就是效法大卫，所以变成北国南国呢，都有一个指标性的人物。耶罗伯安是北国指标性的人物，他呢用政治的手法巩固他自己，用宗教的手法巩固他政治的地位，因为他拥有北国的十个支派。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他抢走北国的十个支派。 怕北国的人到南国去耶路撒冷敬拜，妨碍他自己统治的统治权，因此特别呢，在北国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伯特利，一个是更北边加加利利北边的蛋这两个地方呢设立的牛犊，好让北国的人呢不会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反而是在北国这两个，上帝不喜悦，因为献祭应当只有在耶路撒冷。 结果呢？用宗教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十三章我们来读呢。他开始献祭的时候呢，上帝就派一个神人去告诉这个耶罗伯安北国这个堕落国王呢。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管教。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一节开始的。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呐，坛呐！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清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耶路伯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神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清扫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祷告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赏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宫里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再。” 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上帝派这个神人，吩咐北国的这个堕落的国王，他呢背了约，他用宗教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呢成为了列国北国所有的列王的堕落的指标。上帝对这个特别的人物。 北国的国父呢，派了一个特别的人，而且从南边，没有想到去呢。前半场是对的，做得非常精彩。他呢指责耶路伯安，你拜的金牛犊偶像，是讨上帝愤怒。后来耶路伯安悔改，求手能够好，结果他也一句话祷告完呢，那个时候又变成复原，让耶路伯安这个王非常折服。但是很可惜，下半场碰到老先知。 一个悲剧，悲剧中藏着伟大的真理。圣经的作者呢，借着角色，借着布局，借着排场、风格，用叙述者的眼光，文以载道，写出了悲剧。里面的几个两个主角呢，当然就是神人跟老先师，配角呢就是这个耶罗伯安、狮子跟驴。 借着这个布局，就在伯特利，也就是但跟伯特利、耶罗伯安所设立金牛犊呃坛的地方。那还有呢，有呃环境回来的路上，那个排场、那个风格，十三章就变成给北国堕落骨牌效应当中的第一个警告。透过这个神人，最后他的死带带来的教训，他其实是一个界借镜。 听听神人凯歌，还有他下半场的悲歌、挽歌，你就发觉原来每一次北国的历史，在读他的时候就不会忘记这个神人所做的事。实际上，伊路伯湾做了很多坏事。从列王上十二章就发觉呢，他呢在北国、南国分裂，他多有十个支派在北国以后呢，他呢在伯特利、在旦设立丘坛。 而且铸了两个金牛犊，陷害百姓呢，敬拜偶像。更可怕的是，他违反《生命记》十八章所写的呢，他立不属立位人的名为祭司，在十二章的三十一节。那这些立位人，真正的立位人呢，他就要离开。一而且还他还把祝棚姐呢往后延一个月，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导致祭司呢倾巢而出，祭司通通离开，而且迦南庙宇的祭司呢也趁虚而入，带来这么多的被堕落。你会发觉呢，这悲剧当中有伟大的真理。参加丧礼往往比婚礼更有属灵的信息。什么信息？有五点。第一，出生之毒不惧虎的秘诀来自顺服。 出生之毒的秘诀，他敢胆对王说，他很勇敢，他有胆量，他勇猛，他见证上帝。王啊，你守卫孤单，你将来会必死。王不过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上帝射入，透过谁呢？这个神人，他看不，他不是那么看重这个北国这个王，他更怕上帝。甚至他后来王一悔改，他帮他祷告。 这个人呢，铿锵有声，非常精彩的人格见证。甚至不回家，不回去耶路伯安請，请、呃、接受他的任何奖赏。更稀奇是，他没有名，他没有姓，神人。上帝所用的人不一定有名有姓。列王纪上下有些小人物，乃曼的下面仆人，小人物。 你即使是小人物，上帝会用你的。上帝用保罗，用摩西，用以赛亚，但上帝也用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这些渔夫们。任何人，包括尸体反，你的教育水准不高，上帝都可以用你的。任何人，阿摩斯是牧羊的，小人物，你要被上帝用，甚至让北国的国父呢大吃一惊，上帝摄入。 记住，初生之犊不惧虎的秘诀，顺服上帝，顺服上帝。只要你肯顺服，不管你的教育背景，不管你的身高，不管你的恩事，顺服上帝就必会被被上帝用。第二，地位高的人小心不要撞上天花板。地位高的耶路伯安，小心！我有地位，我有权势，我要做秋坛，我就做秋坛，不管上帝。 我要把神人抓了，把属神的百姓抓了。政治人物会玩宗教牌，会目中无人，会没有永恒观。直到上帝派了一个不知名的神人从南边射入，你才知道有一个神。你的手变枯干了，原来手不在你手中。直到神人替你祷告之后，才复原，你才温柔下来。不要等到有教训。 你才在高位置当中谦卑下来。地位高的人不要呢横横撞撞的撞上天花板。上面有上帝。那这个耶罗伯安北国的国父带了整个后来呢外邦欺压，好像又回到示师，是因为他带头背约，因为他认为我是老大。其实圣经的人物啊，一老大都常常会有滑倒的时候，就牵涉第三点。 人生的旅途上路滑，小心被绊倒。人生的旅途上面路滑的，小心被绊倒。我们看这个神人，他剧情结束的时候呢，没有荣归故乡、亲人夹道相迎、欢呼的情景，却碰到了这个老先知。这个老先知呢，好像杀出了一个程咬金。 当他从儿子知道说神人对耶罗伯安的意思，就打发人说：“我要去把神人找回来。”马上跳上驴，挥鞭追赶而去。他听到神人的见证，非常羡慕，因此呢，就请他吃饭。没有想到这个神人说：“我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了沿路回来，听上帝的话。” 这个时候，这老先知呢，息息相习，惺惺相习。他说了一句耸动、体贴人、超过神的意思。他说：“我也是先知诶、哎，跟你一样。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吃饭喝水。’骗了这个神人，这个荒呃匡哄的那个妙招果然奏效，年轻的神人不加设防，跟他回去吃了。吃完以后。” 回去的路上，果然被狮子咬死。那你一定会问：绊倒神人的不是耶罗伯安，竟然是老先知。那他会不会是假先知呢？其实不然，因为他所说的话，上帝对他说话的，在十三章二十一节，他就对那犹大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 这个老先知，上帝对他说话，对这个神人做警告，说：“你回去必不能入你列祖的坟墓。”他呢，也是先知。不仅是如此，当这个神人死了以后呢，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首带回家，哀哀哭哭，说：“我死的时候，儿子们把我埋葬这个神人旁边，他疼惜这个上帝所用的神人。” 只是上帝呢？为什么要从南边招一个神人？因为他不用我了。上帝已经看到我已经软了，我是俗话了。因此，上帝从南国派一个不知名的人来讽刺你已经过期了，提醒我们这些侍奉酒的人留心人生的旅途上路滑，小心老一代的可能会绊倒年轻一代的。 年轻一代的可能会跟他绊倒，只是错过一句话。我也是老先知，没有想到他是这么堕落。因此呢，呃，神人，你一直在侍奉的路上，一直到见主面的这个路上，特别下半场，绝对留心呢，路滑的，小心，不要被绊倒。任何人，如果他所说的话，上帝不会改变他的心意的，不会后来又告诉这个老先知说呢，呃，你同你可以跟这个老先生吃饭。 是老这些老先知骗你，改变原来上帝对你所说的话。这个上帝不会这么混淆的，上帝是总没有似是而非的。但这个神人人生的旅途呢，经验涉事不多，被绊倒了。因此提醒我们呢，初生之犊不畏虎。可是呢，侍奉久了，你就留心不要被绊倒。这是第三、第四，灵性不进则退。 要担心晚节不保，灵性不进则退。要担心晚节不保。老先师唱毕神人挽歌之后，他还认为可以跟神人一同横尸埋葬为荣。这个老先师想呢，他已经是过气，但是至少我可以跟他沾一点点光。过去上帝用你，所以你叫老先师。 但是因为你不听上帝的话，世俗化了，被权、被钱、被色所绑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唱哀歌，你哭哀，哭说哀哉，我兄啊，在三十节给他安上，告诉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埋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面，使我的尸首可以靠近他的尸首。悲哀的是，你留心呢，你灵性如果到后来越晚期越不长进。 晚节不保，担心大卫所的门王参孙都有晚节不保，耶罗波安也是晚节不保。任何人如果灵性不进则退，你要担心晚节不保。不管你过去上帝如何用你，却要天天有主的同在，天天就像一棵树栽,栽在溪水旁边。第五，环境越复杂，远光需要越单纯，也就越安全。 我复习前面的这个几点，好、啊，让我们能整个从《神人挽歌》学到功课。第一，出生之毒不拒腐的秘诀来自顺服；第二，地位高的人小心不要撞上天花板；第三，人生的旅途上路哈，小心被绊倒；第四，灵性不进则退，要担心晚节不保；第五，就是环境越复杂，远光要越单纯，就会越安全。你如果越单纯看上帝呢？上帝有什么特征？第一。 公益的神，他很公益，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神人说坛壁破裂，耶罗伯安的骨头必被烧。”果然，王下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记载呢。王下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记载呢，当耶西啊。 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泥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筑的丘坛，都拆毁、燃烧、打碎成灰，便焚烧了亚瑟拉。约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的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主公义。三百年之后呢？果然耶罗伯安的骨头被烧。 三百年，上帝仍然说话，公义的神算神，好让北国信仰大杂烩呢？这个国父堕落的元首，他呢用政治宗教的方法巩固政治的地位，让北国灭掉。被灭掉的原因是因为他得罪上帝的公义。我们看到上帝有公义，第二，上帝有慈爱。这个耶罗伯安一悔改，上帝就医治他，上帝让的手复原。 甚至是西奇，是神人，所以被狮子咬死。狮子没有吃掉神人的躯体，神人仍然蒙上帝的保守。上帝有慈爱。第三，上帝有信实。上帝有信实，这个神人的骨骸，三百年之后呢，约西亚仍然,然保存在列王下二十三章是七十八节。上帝没有忘记。 他仆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件美事，即使你下半场没有做好，下上半场上帝能纪念你。看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更重要。你看到上帝的权柄，因为他叫耶路伯安手一支出来就变枯干，一祷告，他王被万王之王所约束，上帝有权柄，人间的王是上帝允许才设立的，看到上帝有权柄。 更重要，最后，整个神人悲剧，最后竟然发觉听上帝的话的狮子，他没有吃神人的人身体，他没有咬噬在狮子旁边，狮子、驴通通没有吃被吃，尸体没有被吃，保护这个神人。最听话的是动物，最听话的不是神人，最听话不是耶罗伯安。 最听话的不是北国，全国堕落，只有动物听上帝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学动物，单纯听从上帝。趁今天，你不管你是神人、老先知，不管你是王，悔改归到上上帝面前，免得哀歌临到你，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柔和谦卑，仰望前面谦卑，后面更要小心。我们当中侍奉酒的人，更帮助我们谨慎。 有地位的人更帮助我们知道你才是万王之王，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谦卑别学习动物，听从你的话，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